最后很荣幸啊，很荣幸是你，很荣幸是你啊。那我想说，那最后我们合作一首好吧，合作一个，然后我唱一个，然后你跳一个好吗？ OK， 那就一首一生所爱送给你们。 OK，过去了再不来，红红落叶渐埋进痛难，还是终于终止爱变干，天边的你飘泊再发轮那复合分黑爱恨，再是个难逃的命运，生存好吗？如果有来生，你是否还会记得我？信仰别有论语的战斑斓，红红落叶怎埋成痛难，鲜花虽未凋谢，但愿再爱。一生虽爱烟雨，再怕人难。复合再是个难逃的命运，生存几番何之间，枉我应该相信是缘分。
OK， 好的，那个很荣幸是你啊，很荣幸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主持人啊。哎，别，不要有请主持人。来，霸王，千年之别。哎，你好。你对他的想念，是否至今未曾改变？是，一直没变。但我想说，连微信都没有，很遗憾。好的。这一千年了，微信没加上。可以给你。那么虞姬在历史史书中记载，你的性格是非常矜持的，世间唯霸王你不爱。那么你却我操你不在外院。哎呀呀呀，你竟然奔放的让主持人在官方993频道说脏字，我的天。那么现在来交给二位新人，那么新人亦是旧人，千年前的那一幕，二位可以在今天在993把你们心中对彼此的爱。你没说完的主啊、哦、OK， 心中最美的爱是吧 OK。 曾经麦序时间快到了 OK，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，我没有珍惜你，失去后我才后悔莫及。但我想说，这次又有机会遇到你了，我希望我们的未来会非常美好。好啊，我希望是10000年。那你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我能说，好像是能说话对吧？怕我说话，可以说，不怕我说话行吗？因为我是手机嘛。没事没事，说你的。算找到你了，对，应该是如家总算找到你。那我回家吧，我好不死。OK， 虽然我没太听清你说什么，但是我感受到你对我的爱了。那我们就可以走了吗，朋友们？我就带走了。那么让我们的摩登携手我们的姑娘。